王室近期状况频频，英王查尔十三世的堂妹加莎瑞拉温莎夫人的丈夫金斯顿经传猝逝，享年45岁。而42岁的温莎夫人是已故女王堂弟肯特麦克王子的女儿，她2019年跟金融家金斯顿结婚。根据英国媒体报道，当地时间25号的晚上，金斯顿在格洛斯特郡的住处离世，但死因并没有公开。而英王夫妻跟王室成员都已经得知这项不幸的消息，整个王室都感到十分的震惊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